美军已突破三八线，正在向中朝边境大举推进。 The arrival of America will change all this.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ВВС нужно будет Китаю незачем посылать войска. 中国人热爱和平，但是为了保卫和平，从不英勇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。发！ 生在这个时代，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。你不服，儿子服，孙子服，我们这辈人，忍心迎接你，还是我们服吧？只有打赢，中国人才能生存下去。